过来了，坐。在表哥面前，我还是站着习惯。表哥，那件事情还没有眉目。行，知道了。表哥对今日之战局有什么看法？哎呀，他娘的小日本是挺厉害啊。确实厉害。我听说他们正在全力的打通陇海线，您的驻防地可是关键中的关键，有必胜的把握吗？你说老子会怕他吗？我的意思是，表哥应该想想大局。东北、华北、南京、武汉、上海，你的地盘我不管。要想占我的地盘，他是做梦。来就是为说这事儿啊！我本来是想劝表哥想想退路，表哥既然这么有信心，看来兄弟是多余喽。告诉你，小日本之所以能占了大半个中国，就是因为那些个怂兵下将早早想了退路。在我这儿，我一步都不让。他小日本要想占我的城池，除非我死喽，没事就回去。哎，表哥息怒。見て、うちは大きいでしょ。うん、そうですね。大きい。赵元君は私に言った。このうちは今後、すべて私のもの。すべてです。無駄だ。2ヶ月もいらない。ここのものはすべて大日本帝国のものとなる。代客写信，对联大字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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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刘大，小碗大的。代客写信，对联。没人啊。字儿。让你削你就削。代客写信。对联大字儿，给老爷吃啊！我忘了。代客写信，对联大字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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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老爷，你忙你的。代写家信，对联大字。尝尝我们家的面。
大哥，您这是？叫我栓子就行。嗯，尝尝我们家刀削面。栓子，哥，哎，这多少钱一碗啊？不要钱，送给你的。啊？哦，嗨，哎，我帮你算着呢。你这吆喝了一头晌，就卖了一副对联吧？嘿嘿，送给你的，吃吧。那谢谢你了，栓子哥。嘿，哎，我该叫你个啥？我叫凤儿。凤儿？嗯，好听。凤儿妹子，那你慢慢吃，有事儿招呼一声。嗯。你看什么呢？给老爷削面呢。哦。牛蛋，你以后别老盯着人家大姑娘看，人家都不好意思了。刚才跟我说呢。吃面喽！来来来，吃面喽！酒哦，先来酒。来来来，酒来喽！慢点慢点。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哦，吃面，我来。行，我来吃面。娘，凤儿，啥凤儿啊？就是替人写信那个丫头，她叫凤儿。啊，是吗？你咋知道人家叫什么名儿啊？我都二十了，二十咋了？娶媳妇儿。咋的了？看上人家姑娘了？长得资历。啥叫资历？就是长得俊，好看。娘，咱刚到大罗镇的时候，那镇上人也偷偷说你长得资历。去，真的。小姑娘，什么时候来了大罗镇呢？不认识你。你不认识我，我们哥儿几个可认识你。对，你不就是王母娘娘他们家的亲孙女吗？大哥，人家是代客写信的，你可别吓着人家呢。写信？哎，那感情好，来来来，过来，给我写封信。写啊，我问你，写一封信多少钱？五个钱。五个钱？来来来来，过来。哎，你就写。我的美人儿，你想死我了，真想今天晚上就跟你。哎，各位大哥，各位大哥，我是对面面馆的栓子。哎，走走走，去我那儿吃碗面。哎，让开。不，这是我妹妹。你妹妹你？哎，干嘛打人？来吧，在里面吃。哎，谁呀这？不许欺负人。嘿，敢这儿挡恨？哥几个，给我上！牛蛋，刀头腿，刀他！Yeah.
给你的骰子，谁敢上？牛蛋，你咋学会跟人打群架了？他们欺负人。对。哼，欺负人啊？是谁在我婶子家门口欺负人？婶子叔，我可真不知道这是您家门口。你是谁家后生？怎么管我叫叔啊？我爹是崔大明，老崔的儿子。哎，快快快！叔，那叫叔对，是是是是。我跟你爹结拜的时候，你才十多岁，你现在都学会打群架了。不是不是叔，我兄弟不是让他给打了吗？我也是替兄弟们过来出口气。替兄弟出气，行，你好样的，有点你爹的仗义劲儿。不过，这是我亲侄子啊。哎呦，叔，我可真不知道，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吗？对不住了，兄弟，对不起了。叔，我可真不知道这是您家，要不改日我带着兄弟们过来给您送酒赔罪。不用，带着你这些兄弟，赶紧把我家门口这面摊给我收拾了。哎，是是，快收拾收拾。哎，等等，闪子叔，他还打了我一巴掌呢，这也是我亲侄子啊！哎呦，叔，我可真不知道，对不起了，兄弟，哎，对不起了，叔，您看我这，我该抽，我对不起你，我错了，叔，我该抽，我错了。行，说，哎，是，快收拾收拾，快去去。你大爷说的，哎，骰子别倒了，喝多了犯病。喝，你看老爷子压喝，没事，喝多了我陪他聊。骰子叔叔，您一走就是好几个月，我都想你了。嗨，没走多远，就周围这几个县。你们还不知道你骰子叔叔我，哪个县里没有我几十个袍哥袍弟的？你说。一家就吃一顿，那也得吃好几个月呢。这要不是我急着往回赶，还回不来呢。知道你有本事，到哪都饿不着。哎，铁哥哥，你知道我为啥急着回来？为啥？我收着我兄弟们的飞鸽传书了，说最近啊，有好几波人要来大罗镇，就为一件宝贝。啥宝贝啊？鸳鸯枕。啥叫鸳鸯枕啊？鸳鸯枕。行了行了，你凑什么热闹啊？来来来，娘，你到底啥叫鸳鸯枕呢？死人枕的枕头。不，那可不是一般死人枕的。江湖上传说啊，在咱这大罗镇周围有一个唐朝贵妃娘娘的墓，那墓里头有一件宝贝，就叫鸳鸯枕，有人愿出大价钱。那还不简单？咱们一块儿去，先把这个墓找到，然后再把那个鸳鸯枕给它挖出来，咱不就发财了啊？栓子，说什么呢？怎么了？挖坟掘墓那是丧尽应得的恶事。骰子，你当叔叔的，以后少在家里提这种事儿。我的意思是，最近生人多，你们都少出门啊。鸳鸯枕，鸳鸯枕，又不是什么好事，别说了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吃面，啊，吃面，来，鸳鸯，吃面。哎呦，
这一宿啊又没睡好，他老爷精神头那么大，喊了一宿的鸳鸯枕。刘丹，我昨儿夜里想了一宿，你说，咱哥俩要是弄个鸳鸯枕，那咱以后还用起早贪黑的生火卖面呢？娘说了，那不是个好东西。那娘说啥你都信呢？他是怕咱俩闯祸。哎，你想，那要不是个好东西，那那么多人出高价要买啊。方便出门，赶紧买肉去啊！啊！这老爷子喊了一宿，现在咋消停了啊？铁哥哥，你快来啊！铁哥哥，怎么了，骰子？啊？老爷子他……有的，帅子，你们俩快进去！你们两个给老爷磕个头吧。都是我把老爷子给害了。不是你害的，是鸳鸯枕。爹这一辈子都是被鸳鸯枕害的。小姐呢？出去了。这么早就出去了？哎呀，她这几天老往外跑，忙活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去忙吧。哎，请坐。张老板，不在那个家里头。咱们就不论亲戚了。好，好，好。你要让我安置的人，我都帮你安置好了。多谢。谢什么？我老有所获。怎么样？我表哥让你去司令部任职了吗？还没有。不过他很信任我。想让赵云更信任不容易哦。这不关您的事情吧？我想，我一定会征服他的。征服？好，你可以试试。赵老板，大罗镇你有什么买卖？大罗镇？啊，那是个三不管的地界，我没有买卖。有人在大罗镇附近发现了传说中的那个墓。
唐朝贵妃娘娘之墓。我得到的消息跟你们不一样。你们想要的鸳鸯枕，20年前就出现在市面上了。被什么人买走了，我不清楚。久病乱投医吧。我想，我们还是应该去一趟大罗镇。日本人要打到那儿了，你敢去吗？有什么不敢的？你是大小姐。不，我现在是井上君的妻子，为了夫家的荣誉，我可以牺牲生命。我安排一下。有钱出钱，有钱出力，有力出力，有力出力，支援抗日，支援抗日，保家卫国，保家卫国，有钱出钱，有钱出钱。这是我们地区中学组织的抗日义务宣传队，现在正为抗日宣传募捐。这个女孩跟你们什么关系？这是我们中学新来的张老师啊，西安师大毕业的，同学们可喜欢她了。保家卫国，保家卫国。阿赤，这位先生是在喊我吗？一看你就是一位大老板。你是来为支援抗日募捐的吧？我代表第七中学和抗日前线的将士们感谢您。为这位老板鼓掌。这两回武打得好，这几仗打的是真好，嘉奖。司令，以兄弟之见，得让梁师长歇歇了。嗯，对，让他歇歇，好好的歇歇。小鬼子号称3个月要打通陇海线，我看3个月都过不了司令的防线呢。哼，3个月，我给他3年。这回让飞虎兄下来好好歇歇。下个月我上去。司令，有兄弟们在，就不劳您亲自出马了吧？嫌我老了？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还告诉你，上战场打小日本，老子不比你差。我心里清楚。要想让梁飞虎好好的歇着，老子就得亲自上啊！就你们这些干葱，哪个是打仗的料啊？啊！哼！司令，您喝口水。嗯。刚才开会的意思都听明白了？我已经记下了，马上下达。嗯。小子。现在没外人，说点私房话。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了老五和我儿子。司令啊，说说，梁飞虎的队伍撤下来之后，到哪儿休整？大罗镇。好，这梁飞虎的部队啊，很多都是老虎山上下来的老人，保不齐就有谁和老五有联系。派个人给我盯着，顺藤摸瓜，说不定就能找着我儿子。是。有。老板，
消慢点。啊？消慢点儿。那这么多人等着吃呢，没看见都是当兵的？嗨，你觉得他们能给钱吗？老板，面快点啊！哎，来了。哎，今天货的面不多，哎，慢慢来啊。哎，来了。镇上有没有会针灸的郎中？有没有郎中？有没有郎中？镇上有没有会针灸的郎中？有没有郎中啊？哎，那个，瞎指什么呀？没看见是个当官的车？不是，那个认识，今儿栓子，谁喊找郎中呢？是个当官的，三当家的。三当家的，我是听着声音耳熟呢。哎，娘，这位老总，打听一下，你们是哪支队伍啊？啊，梁飞虎，梁师长的队伍。我姨父，师傅，娘，我姨父回来了。师傅，梁飞虎是我姨父，师傅，是我姨父，师傅，哎，梁飞虎是我姨父，师傅，是我姨父。啊，有没有会针灸的郎中？哎，娘，你看，我三叔拐回来了。三当家的，有没有郎中？会针灸的郎中，镇上有没有啊？三当家的，三叔，哎，梨花草，哎，师长的老毛病又犯了，你快跟我走，哎，大哥，师长，快点准备针灸剂，快点。梨花草，你看，去拿些烧酒来。哎，你们两个把大家家的上衣给脱了。哎，老三，哎，在哪儿请的郎中啊？真是妙手回春呐！大哥，你快回头看看吧，看看这妙手回春的是谁吧。当家的梨花草，义父，师傅，是你们！哎，靠边，让车啊！让开！哎，靠边！哎，靠边，看车啊！让开！兄弟，你跑快点啊！哎，靠边！骰子叔叔！骰子兄弟，大哥，兄弟，大哥，大爷，吴哥，骰子兄弟，大哥，你们怎么来大罗镇了？喝酒，坐下来慢慢聊。走，哎，走。哎，等等，你们俩小子不是卖面的吗？给我和你五叔都来一碗啊！好，来，你笑啥？这老毛病已经好了十几年了，怎么突然又犯了？要不是碰见你，我可能就挺不过去了。你怎么老笑啊？就是想笑，想你还活着，想我也活着。笑我还能看到你，大当家的，我来。
是想喝酒，还是想说话，还是只想笑？就是想笑。怎么才回来啊？喝了，娘娘，快跟我回屋看看吧。看啥呀？哎呀，快点，走走走。你看，李哥哥，这是柳凤他爹送来谢簪的。奇人呐，一个瞎子能把字儿写成这么漂亮。娘。你得说说我骰子叔，人家刚一进门，他就张罗跟人拜把兄弟，把人柳凤他爹吓得够呛。放屁！什么吓得够呛？人家答应我了，要回去好好想想呢。哎不，铁哥哥，我是这么想的，他这个人对我很重要啊，万一将来我有一天开山拜堂，他能当我的文书，给我天下的兄弟写英雄帖，就靠这首漂亮字儿。我怎么看这字儿那么面熟啊？啊，字儿还有面熟的？喝多久了，看啥都面熟。睡了睡了，哎，哎呀，睡了。哎。娘，娘要睡了。大事儿，有事儿明天再说吧。娘，人家女方可都上门了，咱可是男方。啥？啥意思啊？娘，我都20了。啊，娶媳妇儿。喜欢那凤儿姑娘对吧？对。行，明儿就让你骰子叔叔去人家那儿打听打听，看人家有没有定过亲啊。娘，这事儿怎么能叫他去呢？我骰子叔叔你还不知道啊？见了人先拜把子。我告诉你，他今天真的把柳凤他爹给吓着了。娘去，娘去。哎，娘，你可一定去啊！娘去，走吧。哎，真是睁着眼睛做梦。柳天赐，那字儿怎么那么像你写的？一喝酒啊，一个个的都出来了。
好久没喝这么多酒了。娘老了，喝不动酒了。不老。这个傻儿子，哪儿都好，就是话太少。咋不睡觉呢？想你娘了，那咋睡不着啊？怎么了？不好意思了？跟娘说说，咋的了？凤儿。凤儿？怎么？你也喜欢对面写字那个凤儿姑娘？你们俩小子咋回事啊？没见过姑娘啊？怎么来了一个都喜欢上了？是梨花婶吧？哎，您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梨花婶，昨天你爹来我家，刚好赶上我不在，怠慢了啊。没有没有，骰子叔叔他们特别热情。前两天咋没来呢？惹了事儿，我爹说就不在这儿讨生活了。昨儿其实是去道谢和道别的。要不是骰子叔叔牛蛋和栓子救了我，我就让坏人给欺负了。我爹说呀，一定要去谢谢你们。后来听骰子叔叔说，你们家好亲戚特别多，我们就沾你们家的光不走了，以后在这儿讨生活也不怕了。那倒是，以后啊，有人敢欺负你们的话，就找他骰子叔叔啊。嗯，谢谢梨花婶。哦，对了，凤儿姑娘，你姓啥呀？我姓柳，柳树的柳。